60多级找到钻石了，朋友们，这一镐子能挖多少？我好像八块变300多块，277,000088块，兄弟们到手了。上去看一眼咱们的凋零宝宝长多大了，凋零宝宝会吐丝了不？又长大了一点，他身边的这个黑石头越来越多了，他在不断努力的成长，我们也得努力了，兄弟们，走，咱们先回我们的发展基地。600多万，咱们先把便携式给他搞出来。他的背景音乐真烦人呢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，不要错过叶枫的视频哦，记得点赞，然后关注一下叶枫这个小作者，不然下一次你就刷不到了。这么好看的凋零风暴生存，你就看不见了。让我们做一个永恒燃料 ，OK， 永恒燃料做出来了。便携式也就200万，剩下400万全都拿来附魔，一点别剩，全都拿来附魔。这都啥？一买就买这么一堆。我希望我 EMC 值无限。围一圈，暗物质，暗物质，然后再暗物质块，再拿几块石头嘛，我们再拿几块石头，石头都买不起了吗？84块，石头都只能买84块了。哎呀，那边的那个凋零风暴越长越大，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呀，兄弟们，便携式搞好了，吃的我想吃金苹果，到时候。面包真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3000多块面包，370万，来，全部换成石头。现在是不是一毛都没了？很好，我把时运等级再抬高，给你300多万，直接就是，哎，等，先存住，先存住。能不能不要下雨啊？能不能？先点到个100级。先点到个100级，别忘了装备。我们先把它拿下来，搞一套神级钻石甲。我们现在是有这个，没这个实力是吧？我出来，300多万，刷一套神级钻石甲。因为我看那个凋零风暴现在个头越来越大了，我们得做好随时跟它碰撞的准备啊，随时都可以跟它干一架。先从头盔开始刷，刷一个神器传奇的那种，看有没有，有就直接带上。这都没有，这什么垃圾运气啊，一背包出不了一个，直接在背包里刷。超稀有，就金色的，看有没有金色的。这都没有，运气太差了吧。又是紫色，全是紫色，三波了啊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传奇，传奇帽子一个，胸甲，其他的就别给我这么黑了，行吗？都刷不够吗？这是穷了，穷的刷不起了。看裤子有没有顺带刷出来的，嘿嘿，把裤子给顺带刷出来了，我真搞笑。到第二排他要换位置，再点，看看，胸甲，太难刷了吧？传奇没有，有个古老，我总觉得古老比传奇厉害。不行，胸甲咱们就带古老吧。粉装我也不知道玩啥游戏，怎么会觉得粉的比金的厉害？这肯定是以前玩什么别的网游留下的什么不好的这个刻板印象啊。传奇搞定，一身神装，开始给他们加技能，660级，来脱下来，来就点满，就技能能学的都给你学上，就哗哗哗哗哗哗。就学上了，才费了几十等级，太划算了。全套神装，兄弟们，穿上，鞋子也给你学满。可是附魔可能就不够了，附魔164能附几件啊？头盔保护拉满，这个也拉满。末影凝视，末影凝视就是直视末影人，而且末影人不会瞬移，就是说他把我也当成末影人了啊，就是我看他不会跑。日光修补，呼吸，水下速决，生机盎然，这都是恢复耐久用的。金钟罩，鲜活永恒，哎呦，全是好技能。行了，没有等级了，我们得想法去再搞点经验矿石，兄弟们，还得搞点经验矿石，再到高山这边的高山挖点经验矿石，就连锁挖就行了。我在这儿开和平，应该不会把它和平掉吧？算了，咱们还是别冒险了，万一不小心真把它给和平掉了。就白让它长那么久，对吧？经验矿石这么难挖吗？
啊，一坨绿绿的宝石。哎，挖到了，嘿嘿，挖到了啊，挖到了。然后我们再下去挖点青金石跟钻石什么的，回去给咱们这搞的附魔的那个时运再给它提升提升。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视频啊，不要错过，不要错过。